双手，有请蔡淑芝讲师。好，那怎么样？上面说了，如果我有医疗保险，我的医疗保险可以帮我解决，那我好了就好了，回到我正常的工作岗位。是精彩的演讲与分享，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蔡淑芝讲师。可以来，他愿意来，可他还是没有来。好，那最能够肯定各位的是，你可以来，你愿意来，然后你真的来了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听到蔡淑芝讲师热情的、细致的分享，相信大家都受益匪浅。再一次掌声感谢三位讲师。可以学到什么？那第一个我跟他定义是，你可以学到证实一些事情，证实什么？我等一下说。第二个呢，你可以学到找到你的方向。那为什么要找方向？这个我等一下说。第三个呢，你想要来看世界，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？等一下我来说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呢，你想要来看看这个人外人的外天。千万不要再凭着感觉走。那最后这个呢，你要升级，我们不再做保险的销售，我们要做顾问，我们做理财的顾问。好，那刚刚这几本书也跟各位介绍过，一切一切通通要从自我。蔡淑芝讲师在人寿保险行业25年以来，不断的追求价值升级的价值状态，所以说他也是连续10届的国际龙奖IB会员，才有了今日的这份成就。那蔡淑芝讲师。